啊，这边明文说不用休息。我一百三出来，我刚好不是快到晚餐才能测出来的。抓腿打的，打了一个幺零一百四十出的，可以吗？板边出的吗？板边还出的吗？就在板边出。靠！终点选了一个塞尔达的一个城堡。哎，来了，光炎整活啊！被我的妖言蛊惑到了。我说被剑是一个四重戳，让你给出不来路了。来，我现在把你也不知道我用了。那其实我跟你讲，就光焰打这个星星的对局，其实是一个五五开的对局。就场内是一个星星劣势的大不利的一个情况，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头，就这个头如果抓到的话，就光焰就六十就要死，所以就很危险。就看光焰这边。哎，用了一个横逼打了一个措手不及，明白这边很冷静啊，也不急着回来。怎么说，先看一下吸一下，哎，没有吸出来，被 Jam 打到一个优势轮，开始守了。来头打一发，好，来了，已经到了斩杀线了。哎，转身抓没有抓到，这边我跟你讲，光已经到斩杀线了，如果他被抓到那就没了。好，航天，但是现在冥王的一个盾已经没了，漂亮，这边是没有及时拉好一个往外的一个 DI 啊、所以导致，对，只要对手同意的情况下，终点图都能选，你甚至可以选你喜欢的音乐啊，你不一定说选图，只要你喜欢的话，什么图都能选，只要对手同意。选了一个七彩粉尘头，哎呀，这个头并不是一个很好，因为他的位置不够低，对面还是能回来的，不是一个死亡。这边是担心冰王的一个手速能力太早可以戳出来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戳。啊，来了头，这个后摇是非常强的。哎呀，还打了一个三角，这边其实不太好。再来，哎，漂亮，一个下逼空上，直接标准连招带走了第一条命。抓，哎，空上，哎呀，又是想要追伤害，但是没有追到。横逼，哎，打了一个手边。横逼，想要怎么落地？哎，普通的一个落地，空 A 出盾，还是哎彩头吗？没有，没有选择彩头，估计不会。星星拳来了，怎么说？七十多斩杀线，哎，没了，不好意思，告辞。哎呀，真是太早了。冥王没有用对付我的那个招数去对付冥王啊，他觉得没有对付那个冰王啊，他觉得他对面能戳出来，怎么办？极限距离，哎，完了，这边冥王失误很多啊，一直在打一些不该应该出现的一个操作出来，是冥王这边因为冰王对面的一个压力给的太满吗？守神，来，这个斩击有点难受。因为把空中的一个百分比封锁住了，又是硬读了一个上 S， 怎么说？又是吸了一下 ，DA 冲过去，射一枪，哎，没打中。空后好找机会，嗨，想要抓，但是问题是被对面反而先抓了。哎呀，这个横逼其实是可以完全过去跑过去抓的，这个没有来得及。好，横逼了，估计要，哎，普逼，但是没有打中。空后，哎呀，又是一个空后，太强了！这个光焰的一个操作，还有小明冥王这一次其实有很多要说的一个点，一个是抓的一个时机，还有就是他抓完之后，他不敢很大胆的往外丢更远。其实星星的那一个角度，哪怕是光焰二段跳了，他还是可以追一下，但是他没有去追很，没有很深的去丢，很早就把对面丢出来了，这导致对面被丢了之后依然是可以回来。那现在第二局，还是没有换角色，看来是铁了心，如果不输的话就想要用光焰夺冠了。好，先连续的空间转了一下，哎，冥王这边反而用上兵打回来了。哦 ，DA 持续蹭到了一下，
在地面的话还是光有绝对的优势的，打这个星星。好，抓，哎，怎么办？没有，用了一个因果律预测啊，直接打躲过了这一下，但是还是吃了一个恒星50%的伤害，所以现在其实百分比是差不多的。哎呀，没了，哎呀，太早了，这一个抓，这个光的一个横劈啊，打完之后是有40多帧的一个预知的，所以其实完全不用急，看准了再去抓是挺好。而且冥王这边呢也没有去抓这个二周，哎呀又急了，冥王这边是这个信息问题吗？漂亮，就哎呀，虽然 cap 到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去做一个怎么说呢，就瘦身失败，然后打了一号又追回来了，两边都是变光火石。星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。好，一个下踢拍了一下，没有抓到，对面抢回来了，也是百分比太低的原因。哎呀，这边空后打起来，但是没有打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手啊。其实刚那里是可以连续抓一个空后的。怎么说？哎，盯了一下，80多的一个百分比，现在也是抓一下，怎么说？哎呀，空后。这边冥王还是感觉该做的一个操作没有做出来呀、啊。好，又是被追了一下，空上，怎么说？哎，追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了。这边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上劈啊，所以导致自己因果律，哎，但是依然是43的一个百分比伤害，好痛啊。减了50%的一个空后，来横劈没了，抓住上头空上，再来，哎，没有选择了 C， 哎，但是自己130多，哎，现在没有攻击能力，赶紧去追，没有办法追出来。这边冰王的打法是利用自己的一个吸能力、御剑能力，去把冥王给压制住，而不是像我那种利用自己的一个攻击速度去把敌人给追死，各有千秋吧。其实因果律并不是很离谱，因为它的发动是2到6帧才能发动，就如果你一开始就被打到的话，你闪是没有用的。啊，这边吐槽了一下，空后打了一下，漂亮，追回了一局。这因果律，首先呢，第一，它不是说只要我无脑按空闪，我就可以躲；第二，就是我发动了空闪，我发动了因果律，我还要根据你的一个位置去做惩罚；然后第三，就是因为光本身是惩罚力度很低的嘛；然后第三，就是他哪怕是躲了因果律，躲了别人的技能，他依然要承受这个伤害的百分之五十。所以为什么我在近战的时候我尽量能不用就不用，我是远程道具才会用，因为这其实还是蛮亏的，如果老是空闪去躲别人的伤害的话，就该盾的时候还是要盾。好，这边来到了第三局啊，两边都是1-1，但是冥王这边呢是一个他是由烈士轮这边败者组进来的，所以就输一个 reset 其实压力会更大一些。那我们现在再看回比赛啊，这边一开始两边百分比是差不多，冥王这边小优啊、但是被打了一个优势轮，不好说。哎，来了一个后撤不横 S， 板边都敢后撤，冥王冰王这边是真的敢后撤。好，场外拉一下距离，先吸一下，用了一个光子链接斩击，说好吸一下，哎，后撤想要打，但是没有被这一个超大范围的一个空一个下逼给打到了。哎呀，这边知道自己没有阿段跳的情况下，自己选择一个自杀，换了一个岩出来想要打一波早期伤害，但是发现没有那好的机会。好，空后还没死，120多，场外的一个红地蓝再来，但是被躲开了。哎，抓再来，哎，又是一个失误啊，这里本来是可以接叮咚的。好，上逼漂亮，这是一个松边的一个上逼啊，直接把冥王这边打在板子上，送了冥王的第一条命。好，下踢摸一下，再来一个下踢，再摸，再摸，第三个下踢终于是打中了，这边没有盯出来啊，
可惜啊，这边下臂转打了一下蛮抓，怎么说，哎呀，又是一个很早的一个击杀，漂亮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这边虽然瘦身成功了，但是没有二段跳的情况下，自己的一个上臂距离已经不足以去回来了。那这边冥王瞬间大优势，怎么办？好，看来今天光焰夺冠已经是看不到了，估计拿了，如果拿了一个第二把之后，如果这一把冥王赢的话，估计冰王就算第三把拿光焰也很难去做一个选择了。看一下，再来一个横劈，哎，漂亮，这是一个拉开距离去躲开了一个横劈，选岩的一个选择是挺正确的，因为对面这边比较体积比较大，而且也不是很灵活。哎呀，这边是提前输过了，其实这个是不会破盾的，但是还是比较担心蓄力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还是提早输盾了。哎，这边接了试一下，好，终于百分比反超，这边又是把自己的一个优势给拉了回来，又是一个抓，往外追，空前。怎么说，哎，又是吸了一下后撤步，空前追，再来空上，这边冥王下不了地，抓，哎呀，没有抓到，换了焰之后明显发现自己的一个速度优势没有了，不好搞，百分比百分比，那现在怎么说，哎呀，又是一个普通上板并一个横劈抓到，横劈来了，最后一下怎么守，一个空张没有打中，再来连续两个空上都没有打到，再来一个横劈还是没死，这个距离没有160是杀不死人的，再来，冥王松盾松早了，想要滚出去，哎呀，用了一个普逼打了一下连续伤害，抓到了冥王的这一个松盾想抓，哎呀，这边没有 DA， 如果 DA 三逼出了一下，哎呀，机会怎么说，手边轮来了，再来，哎呀，这边是选择一个原地横 S， 没有打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抓优势，不然的话其实这边练不死也要丢半条命，再来，哎呀，现在已经177了，再在场外吃一下横逼的话就没有机会了，现在很紧张，后头死不了，哎呀，哎，还好极限距离回来了，但是没有办法回来了，这就是岩的局限性啊，局限性没有办法，反边被抓就是宣告死刑。光源都没办法，光源都救不了。没有办法，光源都救不了。这就是局限性。对，这就是光源的局限性。毕竟是广州，或者说中国最强星星之一。看似惊险，其实稳如老狗。冥王被称为奇迹的男人，为什么说奇迹？就是他自己在落后100的百分比，他都有本事给你赢，这就是冥王。解说是 Leo 现在为你解说，因为现在两个临时解说都上去了。幺幺昨天不是去你们那里了吗，首哥，你还问这一个，他今天肯定来不及回来啊，还拍一下地板，现在是冥王的一个赛点局啊，如果赢了这一把的话就是 reset 了，好，这边捐，好，一百多了，现在换了爷出来想要摸击杀，好，非常的冷静，想要吸一下，吸完之后捉，哎呀，这边是选踩头了，刚估计是想要空下的，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打出来，哦，不对，他刚刚是有个想法，就是对着那个挂边的位置丢横逼，如果打到了冥王的话他就会掉下去，如果没打到的情况下他就会剑收回来，还是可以打，没有，这边在我们刚刚解说的一个时候呢，这边冥王是一个拍地板接空上带走了燕的这边第一条命，冥王有点危，但是176了还没杀死啊，可以，还是很冷静的选择了挂边前头，但是投不死，用普逼但是没有掉下去，漂亮，短，这边
还是差别不是很大，两边的差距。但是进入了一个光的一个优势轮就不好说了，因为光的一个速度还有一个攻速也是非常的快的，所以追优势轮的时间非常的久。就说句不好听，他哪怕是刮痧都可以给你把骨头都给你刮出来。有没有提醒没有啊？他知道啊，我是刺激了他，我想看光焰，然后他就好焰啊，现在用了焰，哎呀，用了一个横钱空钱，我说哎，没有选择丢出去，而是选择了一个场内的一个，还行啊，知道对面已经没有剑了，果断的贴到了别人脸上，空烟拍，但是没有拍到，被抓了，要小心一个空上。漂亮，这边是连续的一个追，把冥王的这个资源耗光之后追击打到了，这边是先是把第一个空上把你的二段跳给消耗了，然后第二个空上把你空中没有来不及闪的一个星星直接送走，说选择一个后滚，因为自己来不及啊，他刚刚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他第一反应是想要抓，但是发现自己是背身就想要滚，拍一下地板，99，哎，可惜没有第一时间去抓。这边有一个板拦了一下冥王的一个退路，哎，抓没有抓到，被红山躲开了。拍怎么说？哎，还行。这边50多了，又是新的一轮优势轮，不好搞啊！来了，又换了盐，70多就换盐了吗？这么自信，觉得自己能一波暗死。哎呀，找了这一个找了，哎呀，好抓没有了，不用抽了。那83，不知道冥王还有没有机会啊？想要用这一个来提前抓，但是没有机会。再来一个空上被闪开，好，又是一个闪，连续了两次闪，躲掉了两个很强的一个优势轮，一个霸体的一个上逼硬凹。哎呦，冥王这边是迷惑行为他越来越多了，感觉自己不像自己。好，空后打了一个，哎呦，小心，还好没有蓄满，这个威力还行。哎呦，空下，好，我们先保留悬念，拍了一下，怎么看奇迹啊？这不是奇迹，这是下饭啊！这不是说冥王自己操作多亮。那我们这边呢 ？Reset， 别又被人扣分啦！算分了哦，我跟你说。Reset 寻高。新差嘛。那你自己为什么选呢？韩瑶公黑不一啊！来，我们哪里改名字？已经是最后一把了。那正好我的饭来了。好，看两边下半场，其实还蛮精彩。要不是冰王最后一下的话，我都要为他鼓掌了，真的是。刚刚是不是打到他，名字自己先死？就最后拉了，最后拉了，对，这么拉了，对，跟巨人一样，快来一场局，结果在结局被拉掉。那不对啊，改名字的那个在哪？光焰呢？怎么看不到了？改名字。啊，还是最后选择了一个分炉打法啊。第一光焰，我直接欧满台，欧满这里两起，把 ID 回给那边，走那边。真的。我还是选出了 DK 二换一啊，然后还是光轨了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改了一下那个信息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继续解说。那我们刚刚说之前呢，就是为什么啊冰王会选择用光焰呢？就是我刚刚口嗨他，我说你敢不敢拿光焰拿冠军啊？他自己想了一下，之前可能因为在低头的时候输过给我啊，想不开，就突然之间换了个光焰出来啊，证明
我才是世界啊，中国第一光焰是吧？那结果没想到，对，就广州第一光焰，中国地方哪知道他？中国光焰还有谁？新仓啊，新仓啊，对，也是光焰杀过我的，但是后面被我杀爆了又。不是开，就他不是比赛啊，就是我们后面娱乐的时候，我又把他赢了很多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就当时比赛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不喜欢用低头的，所以我就不想用那个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还是看回比赛，就一看见用了这个塞尔达之后，冰王的这个操作又变得有统治力了出来。就，哦，哎，场外没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星星束手无策。自己这么大的一个身躯啊，对面又是卫兵又是丢火的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而且还有那个像个针一样的那个高跟鞋，叮一下又35，叮一下又35，很恐怖。哎呀，哎，火三个，哎，没了，回不来了，已经，哎，已经回不来了。哎呀，好卑鄙，真的是一换了这个统治力就出来了。这我怎么解说？你们两个真的是怎么了？就一边倒啊！就你看，有地方得美我的。这个拿了优势之后，又开始口嗨的兵王，就是在拜人。刚刚自杀后，又远地要得美我啊！你看嘛，刚刚输的时候呢，话都不敢多说一句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我操！铁罗打晋级赛是吗？看爆了。打什么晋级赛？那个 go。那我们还，那我这边还是先看这个比赛。好，这边抓了一个头，明王这边的习惯还是喜欢不上摆开盾的，因为做一个重型的话，他在原地的一个增速不是太多优势，做一个守边的还是防守居多。但是兵王这种人，看了你两次动作就开始惩罚你了，所以还是很危险，就还是要多 mix 一下。好，哎，想说松盾松早了，这个卫兵有点危险。哎，漂亮，一个放针看了一下，然后去抓了你一下，星星拳，漂亮，居然是被一个原地闪给闪掉了。说，哎，两边都想空后，但是明显是高跟鞋技高一筹，又是一个抓到上板的一个卫兵，非常准的时机啊！高跟鞋可是六针啊，放得准不如接得准，这一个卫兵真的是。那冥王这边呢也是没有办法啊，刚刚好的一个位置距离就被卫兵给砍死了，那现在先落后一命，怎么办啊？束手无策，抱了一下头啊，再思考一下星星的人生。哎，漂亮，但是没有打到场外。哎呀，这边是及时的往内拉了一下 DI， 打在板子上，利用了这个反弹的一个弹性救了自己的命。哎，这用了一个慢动作的拍地板。哎，被卡住了，被这个卫兵还是有点难受的，不能用自己的星星的一个持续 DA 去抓别人的一个后果。又是一个星星拳没打到，只要抓没有机会。那现在要看一下冥王的一个百分比，46了，又是一脚。B， 怎么说？卫兵放出来吸了一下就抓了。火焰这边没有折对，但是又是一波火焰。哎呀，完了！这边这个上板我就知道要招，因为没有办法挂边的，用了一个上边回了场中，啊，打了一下，终于是把冰王第一条命给拿了下来，但是自己已经到最后一条命的一个问题啊，问题很大，又是一脚腰子都被踹出来了。好，又是一个转一转，转了一下击飞，拉开了一个距离。连续的抓，哎呀，又是一脚，漂亮！空中的一个场外火焰追击，硬生生的把冥王烧成了一堆火。哎呀，怎么打？这怎么打？我是没想到任何办法。卫兵在你面前一架，你过去也不是，你防守又不是，你防守吧，对面把你一抓啊，直接一个真连的高跟鞋给你蹭一脚，自食就没了。对吧，你过去吧，对面那个卫兵就蹲在你下面，你只能跳入。
你跳入的话，上面一个火给你，你瞬间又上去了。那冥王这种金星又没有对下的一个往下对空的一个能力，就只能任人鱼肉。你看，没有如果呢，这种就星星的觉悟。你看，你说左，哎，拍了一下，还是百分比还是优势的，但是卫兵又来了，怎么办？第二个卫兵啊。这边是吧，你只能往上跳入，但是你跳入的话又要防他的那一手空上。怎么说，哎，抓，你看对面就是 C， 哎，卫兵又来了，再来抓，哎，没有抓到，这边及时的一个后滚滚掉了，哎，哎呀，有点可惜没杀掉，抓来了，哦，不好意思没更新，这是2比1啊，现在是冥王的一个赛，就是冰王的一个赛，是吧？对，月赛的谁胜谁负就看这一盘。哦，这边是没有二段跳了，这边提前用了空闪，直接把自己闪死了。那这边又来到了五五开的一个局面，哇，好过分啊！隔着这么厚一块板，还空上打了别人一下。那其实这个空上应该是打不到的，他只是打到了那个盾，那个盾是比他的体积要高。哎呀，漂亮！这边是星星拳突然给你脸上怼了一拳，直接把萨尔达给怼死了。先不好说，还是要看一下的，因为刚刚两条命就把冥王给杀了的情况也不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先观望一下，不要先太早的立下这个。对，但是现在其实已经到了萨尔达的一个斩杀线了，就只要是漂亮，冥王我的超人，对，冥王还是有机会的，不是说怕比领先了，对，领先了，落后，我已经打死封王了，只能说是有机会，不能说是稳操胜券，情况依然是很艰辛。啊！你看，冰娃又开始叹气了，但是他还在说话，他不说话才是他觉得，他不说话就是认真了，就是觉得不妙。他现在还在说话，他只是觉得，哎，让你一把。好，现在选择了卡洛斯。我就这么说，冰娃现在的冰娃跟我打的时候的表情，你现在还有。现在问题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冥王都是搬卡洛斯的，现在他不搬了，但是就场外的一个叮咚是吧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叮咚能不能奏效了，就先看一下。好，西，哎，这边百分比太高了没打到，但是马上又补了你一脚，哎呀没二段跳了怎么办，哎呀，这边是冰王自己失误了，这边是自己没有追击好，拍没有拍到，好漂亮，一个落地的一个补兵拉开了一下距离，卫兵架起来空后打不到，哎，可惜又是一个空后刷点，哇，这一个星星拳不愧是最刚最硬的男人，硬是跟你刚，你威风，他估计是想要捉，哎呀，好快的戳，好快的戳啊！但是没办法了，唯一的这一个打板的一个机会浪费掉了。其实那个打板也杀不死人。好，没有他打板之后接空后吧，他要。对，他强，然后接空后。接空后吗？对，他要接空后，但是对面也不是吃素的，他不是第一次。对啊，他肯定是。对啊，他肯定是知道你这种打法的。他一打板，他再杀不死，还能回，还能回。他在打板的情况下又杀不死，他只能用空后去杀人。那既然知道你的选择了，那我要回来的方式就很清楚。对面肯定不会给你机会，但是这边抓了一个后头，直接拉死了。那双方又来到一个初试，或者说冥王小优啊，百分比来看的话，你别看落后，就是小。只要抓到一波机会啊，冥王就给你六十。啊，手上捏了一个一闪一闪黑星星啊，说，哎呀，这不应该，这波就是自动两个爆点，没了，哎呀，又是没有抓到，呀，这么甜的吗？
带一个爆炎，无非是甜点大师赛。帝王还是先回板，然后再哎拉回来了，跟这个帝王撤回去。没办法，这个是已经没有任何操作空间了，没有跳没有闪的情况下。来来，现在下来赌啊，帝王待会儿能先吸收回来。帝王好厉害啊！这个我真猜不到，这边毕竟打不过啊，毕竟对面是个烧画王，什么画都没想到，都是屁画这样。哎，空闪抓可以，哎呀，没有跳到板子上啊！这个如果跳到板子上，可以摸一下地空闪，连续两下的一个，怎么说？哎呀，难受啊！一百多了，现在只要是场外。中了一个后头就是一个死亡啊，怎么说打板受伤了，太明显了，其实说对真的很明显，没办法，冥王只要一受伤我就不会吃你了，因为他有场外头头不死，他只能想要用什么把摸你自杀，都是一个头，哎，卫兵架起来逃过一劫啊，但是其实我现在觉得已经很不乐观了，接下来就是这场不是允不允的，很难了，已经是很难的啦，很难的啦。是你妈赚钱。如果兵王输了，我直接指着他鼻子说：“你妈赚钱。”当然不可能了，我觉得，以兵王的胜重来看的话，对，这不可能给你机会。哎，无聊，走了。哎哎，第一波系咪三一啊？第一波系三一，第二波系佢三一。我的叉烧放在哪里？